台上的各位都是行走的画布啊，非常的厉害。接下来呢，有一个事情呢，要请各位呢帮个忙。为什么那么说呢？因为各位都知道啊，春节马上就来了，一到春节啊，这个城市里头的 Lucy 呀、Nancy 呀、Steven 呢、就要变身了啊，他们就会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变成了二柱、翠花，是吧？然后春运呢，又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，拥挤，但是呢，又是要争一口气的时的，是吧？那马上就是春运时装周了，这个春运时装周如何脱颖而出呢？我们的翠花二柱们就要靠各位来帮帮忙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也请我们的李小姐准备了一些时尚单品，这是我们的春运时尚单品。哎，各位，刚刚给他们颁完男神女神奖，是啊，然后就给他们准备了这些单品。我跟你说，男神女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，就是带货。等一下，接下来这些货，这个网兜也是吗？对，是的。还有这个，每一个都是。你看看那个大水缸，还有这东西，还有暖水袋、大袋子、塑料袋。所以各位，你的目的是？我要请我们的男神女神去帮下忙，选择你们心目当中最时尚的春运时装周的单品啊，然后呢，给自己装扮上。好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还要演示一下怎么用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我们先去选择单品。来，各位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事儿得抢，你得抢，要不待会儿就没了啊！你不抢，你要分到那个大瓷缸怎么办？待会儿就没了，你心仪的就没了，赶紧的。哎，有人已经订了这个暖水宝了呀，佟丽娅，有人订了暖水宝，非常快速的就抢过一个塑胶手套，好聪明啊！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这个大水缸子老棒了。哎，那小黄鸭没人选吗？多可爱呀、那是那个麻豆。哎，小尼，你要不也来一个？我跟你说，每个人拍一张照片，我们就有十几个热搜了。怎么开什么玩笑？对对，这样啊，我们先一一听听他们为什么选这个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么先从你们那边开始，男士开始。张艺兴为什么要选择这只尖叫鸡作为你的时尚单品？你被张艺兴选择作为时尚单品，你高兴吗？其实我自己比较怕尖嘴动物，然后希望选这个鸡可以不那么怕尖嘴动物。好的，你好好思考一下，一会儿你怎么让它进入到成为你时尚单品、时尚的一部分，好不好？对，一会儿我们看你的表演啊。今天的衣服跟这个包啊，真的毫无违和感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然后我觉得，可以装的东西比较多吧。然后春运嘛，然后就要包大一点。你转个，哎，你说格子配格子，配的这么天衣无缝的，你知道吗？跟打了马赛克一样，真的好棒啊！所以不是包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真的，人帅什么都棒啊！哎，井柏然同学，怎么了？你冷吗？因为作为一个东北人，不能没有毛。是东北人最标志性的这种貂绒，人造的，这是对环保的，因为他们都说我们东北人看到毛迈不动步。对，你自己在旁边摸吧啊，来，你好。为什么你选择了同样的时尚单品，而且是两个那么壮的颜色？没有，就只剩这个手套了。就是、谁说的？后面还有呢，还有麻兜呢。顺手。不是，为什么佟丽娅一戴就感觉就是特别的时尚？你一戴就感觉你要去洗碗了呢？把2019所有的负能量给洗掉。对。哎呦，漂亮！你可以去央视当主持人了，太能说了。我觉得这个手套卖了，卖的贵了。嗯。就过年吃的多，然后洗的多。对。是洗掉烦恼。洗掉不开心，让每个人都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，干干净净的进入到2020年哈、但是真的跟你今天的黑色还挺搭配的，好看好看。最主要你看他身上还有点金色的元素哈、哎呦，配在一起，好棒。刘亦菲，你介意把这个搪瓷大杯拿起来吗？跟脸对比一下。方便啊，可以那个喝水，可以洗脸吗？尤其行军打仗的时候，这是最合适的，对吧？等一下。
可以洗脸又可以喝水，那先洗脸还是先喝水？都可以哈，反正都是干净的仙女的脸。这个呀，只能洗她的脸，像我和徐导的脸真的是装不进去，根本没法洗。啊，好了，这个 BB 好可爱啊。嗯，让我想到，王嘉尔帮我选的。为什么王嘉尔？为什么帮 baby 选这个包？顺手顺手，对。那你觉得适合你自己吗？过年的时候可以多收点红包吧。对，我觉得是为了跟王嘉尔的手套配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是不是那个手？你介意贡献一只手套给？不用，他们俩站在一起特别配。我觉得就是一只戴上。对，然后你站在他的身边，我觉得还蛮配的这个画面。你看这颜色是不是搭在一起？你们俩感觉是我们餐厅新聘来的两个洗碗工。好耶！来，杨幂，最早就看上这个，为什么？暖和，这是冬天，我觉得看到这个特别需要，而且我也这个可以拿回家给老人，给那个我二舅用，二舅沈腾。哎，但是我们说的是时尚单品哦，就它的时尚点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我二舅沈腾，我觉得他拿什么都好看。我主要是想家里老人的，因为要回家过年，希望一家都团团圆圆的，希望大家新年开心。对，其实只要杨幂拿着，这就叫做时尚单品。对，是吧？但是我发现井柏然这个帽子有个 bug， 就是掉毛、而且不仅掉到了他身上，居然还掉到了王嘉尔的身上，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接下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2019微博之夜时尚秀即将开始，春运时装周马上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来各位，这样我们现在有点偏台，能所有人都往我这方面来一下吗？好，我们刚好把中间的位置，这个中间这一条道空出来，就像真的 T 台一样。哦，来，每个人走到前面。我们每个人都要秀一下啊。好，每个人走到前面亮个相，我们再回去。对，来。井柏然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来，就从井柏然开始吧。来。不算，我们重新再来。你的头也蛮大的啊、哦！来，男生先都走完吧，我们再到女生。好的。王嘉尔。哎呦，手套当领结，好棒哦！接下来是两位一起走啊。这是个什么配合呢？进城务工的两位年轻人回到了家乡。带着满满这一年的收获和幸福，尤其是张艺兴拿的尖叫机，难道你们不来点尖叫吗？谢谢。来，女神们，佟丽娅，还有我们的四位村花，来，佟丽娅开始。哎呀，好看的哦，姐妹们要一起走，但是每个人要摆个不一样的 pose， 好不好？3、2、1，走着。我们2020春运时装周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最热单品的展示。今年的冬天一样难求，所以请各位赶紧下单了，买它，赶紧都买它。好吧，谢谢这个小小的互动啊！祝福所有的在外打拼的年轻人，带着一份收获、梦想和幸福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吧！新年快乐！对，祝愿各位团团圆圆，谢谢大家，给大家拜年了，谢谢。